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删了！冰峰接了结界，在一座山顶上，所以要买些登山装备，爬上去。爬上去？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想买一些登山装备。啊，好，这边请。哎， 看什么呢？噔噔，这个是网红款，最近大家露营拍照都用它，我们也买吧，我也想发。发什么？小蓝书。小蓝书是什么？你连小蓝书都不知道，你真的太土了。夏夏子的职场穿搭。 你一个失业人员哪来的什么职场啊？哎呀，我是前不久刚失业的，好不好？只是暂时离开了职场，不妨碍我在网上维持人设啊。你这是在骗人！我怎么是在骗人了？我就是在分享我喜欢的穿搭，而且我P图找滤镜都花好几个小时呢。哦，是。 你不修几个小时都修不出这种改头换面的效果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改头换面。一、二、三，嗯，好看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删了！想删掉呢也不是不可以，把灯买了。嚯！ 夏玲，嗯，你现在还学会讲条件了是吧？嗯，没错。你不要逼我。阎王炮，我躲。金耀安魂，练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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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果真比曹彦斌好多了。贝若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惯他吧。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找个地方住店。走了。